不好吧，好吧，来来来，这道菜大家有没有想做的？来，我们来一个抢，好不好？三二一，哇！我想问你们，真的会做这道菜吗？不会。我感觉这道菜，我觉得会糊掉。我说实话，以我们平时了解，我在我的了解，只有肖战会做饭，其他那几个你们会吗？不会啊。你们是会吃还是会做？我想问清楚。对，举这么少，举这么少。想吃，我看到大家回复了啊。啊，真的有人，真的有人二，真的有人回复二，有人没有？有人二，真的有人。好，那这样子吧，现在有四位同学啊，是来抢这道菜是吧？嗯，那这样吧，我肯定要选出两位啊，这样吧，夸我，来来来，夸我，夸我。然后我觉得舒服的，然后我选出两位。什么？夸我？啊，那我不做。你就退出了以后。好，这光光，光光，回家见，回家见啊，回家见。是吧？啊！我退出，我心碎。怎么办？那现在只剩我一口。是吗？叫小五帮忙，这种菜就不需要我来帮忙，光光绝对搞得定。是不是老果？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我这做的是什么？你这，他让我加的。肖战，过去指导一下怎么样？我吗？看来我们真的有问题，大主白糖，你他不靠谱，只能靠你了，快去吧。是这个吗？为了我，这个你起码把步骤告诉他，他不愿意看，没办法。对。好过来。花菜好惨，我来帮你烤一下。这个菜没救了。小心啊，应该不见得，应该不见得。小东，嘻嘻。花菜抢救不了。其实这一道菜是蛮好做的哈，但是我觉得他让我加的，我全加完了。赞赞哈，我爱。赞赞好可爱，我人生好可爱。赞赞来娶我。小飞侠想知道肖战最擅长够了，你放那么油干嘛？做什么菜？香炸。香炸。啊，快点，我都忙不过来。那跟你走，做菜真的是超级好吃。真的吗？我吃过战战做菜。那个赵磊，看来大家还忙不过来，我打过来我都。谢谢大家捧场。谢谢。没有。他说啊，有人说我没忘记他名字，说战战喜欢吃虾吗？是啊，我喜欢。哎，战战真的，你把锅先热一下，川式先打开，直接热锅。好好，拥抱大虾，比这个还要高级。是拥抱大虾，全是那种花椒、干椒、辣椒，那个佐料我根本没买过。会把虾炸得很酥脆，对，很酥脆。这个是要不要这么做？这个不用，放心。小心手，这个放心。嗯，偏上海菜一点。OK， 其实它是甜的，是不？算吧，啊，蚝油，来，万众瞩目，噔噔噔噔，水煮肉，三位，8.8%，好了，某人自己起来吧，就不用举手了，我们就不抢了，某人自己起来，因为我真的不会做这道菜，谁会做？水煮肉，你就举手，光光要举手了，光光会做肉煮水，佳佳，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肖大厨时间。光哥做啥？光光真的，光光绝对的。你看他每道菜都默默的举手。现在是 top 几啊？ top 4。四 top 四 ，OK top 四。还有最后三个。哇，刷的哇！哇，谢谢。菜谱太惨了。谢谢，走吧，谢谢。哇，谢谢！要请你唱《小幸运》啊。小幸运吗？快！哇，三百多啊！哇，谢谢。选我啊？谁？老谷吧，老谷。老谷是吗？要唱《小幸运》是吧？老谷呀，对。好，我勒一道好好的菜。你去干嘛？打下手。去捣乱。你回不去？肯定捣乱。哪里来？哇！你还去抄？家乡话聊起来了。看啊，真正展示技术的时候到了。刚刚只是这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没有碗了吗？老虎，你等一两分钟。
湛，哎，你为什么那么会做饭呢？因为喜欢，以前就喜欢在家里自己做吃的吃。那是因为爸妈不在家吗？没有啊，因为我是跟我奶奶，然后还有爸妈一起住嘛。然后奶奶其实做菜的时候，我就会在旁边，然后一起在旁边看，然后奶奶就会教我，然后我妈妈也会教我做菜。哦。我不搞了。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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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你帮我把那个老虎刀工可以，我哥老虎刀工不错啊，最好的姜要切哇，姜要切，蒜要切。这期我们最爱，我感觉，哎，吴家昌，刚刚你做自己的菜就不记得你那么会切，14分钟，感觉刚刚都在忽悠我，厉害。子凡，有人叫你讲两句话。画画，画画，画画，凡凡。听说老虎居家好老公，哦，感觉跟你没什么关系啊，跟你没什么关系啊，老虎。干嘛了？听说谷嘉诚，你明明会做饭，都是装的，他在为难你，他在让你。隐藏的隐藏的高手了，并没有。老吃醋，肖战好贤惠，我要娶你啊！什么鬼？这可以拿来。哎，谷嘉诚，我真的对你很有意见，刚刚不见你那么积极。一到别人的事情就可以。老虎是可以的，老虎。所以咱们可以开一个餐厅。一个其他的比喻。料有人问子凡，除了做蛋炒饭，还会做什么？还会做什么？还会做炒鸡蛋、炒蛋饭、下面条。对，那边吃就青岛人爱吃面，还是吃面？北方都吃面。还有啊，我想一会儿，等一会儿再干。对对对，看老人的习惯。我随一个菜说，你是哪里最严呢？有人说，肖战平。我们喜欢吃肖战平时做什么菜？就是川菜类，或者是我真的吃过一个肖战做的菜，最好吃。我做出来的那个油爆虾真的特别好吃，虽然我没有吃，卖相特别好，就跟咱们去那些川菜馆做出来一模一样。真的，他用的佐料都是我们不会买的，真的。我从来买过，因为我像我这种花椒、干椒，就是做广东菜是真的从来没有买过。哇哇，这个味道，感觉回到。这样还有7分钟，好，像我妈妈做菜的感觉。够吗？够时间吗？防范了，走，摔进来。够够够，肉是吧？水煮肉，哇！你们太快了，其实真的很想念你们的 IG， 但有时候我们跟不上。绝对是今天最佳，真的吗？真的。有人问嘉哥，零食好吃吗？哇，好吃啊！油烟机在哪？咱们完了一个很可怕的事情，我们的空调君。已经变成了红色，然后我们的导演团队全部都在咳嗽下面。我们的摄像大哥不在强忍着。对，摄像大哥辛苦了，流口水，这样是强行的稳住机身，让自己的咳嗽不要带动机身抖动。是的，潮汕牛肉丸。肖战，有个美女要问你，介不介意另一半不会做饭？介不介意啊？不介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会啊。对啊，因为你会啊。哇，这个回答，好暖心的回答。看来我也要学一下。好暖心回答。哈哈哈哈哈！空气中弥漫着，好暖心的回答。好暖心的回答，弥漫着感。就从这个地方过来。光看我们的节目，哇，老虎切的，切的也太大了。我们鼻子。啊，又放了。哇，还摆盘，完了，跟这个图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吗？完蛋了，肯定是一模一样的。来迎接我们的肖大侠，来，起立迎接我们的肖叔叔。你们不要那么抓马，抓马啊！我还以为是那个什么鬼。不忘我画了5分钟的肖大叔的时间，这六个字。好了，来，好紧张啊我。哦。顺中穿，我有点紧张。来，赶紧说一下这什么菜？这是水煮肉片嘛？但是你取个名字，
水煮肉片嘛。不行。好，肖氏肉片，肖氏水煮肉片。哦，哇，30块！谢谢。来，估计来看一下，我为大家吃一片。我感觉夺冠了。那先问一下粉丝。好。就是，自己跟自己忍不住加筷子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么大一碗也是。这么大一碗。全都看一下大家，大家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厉害。很香的。不行了，我要加了，不好意思。我要吃了，要吃这个。不知道怎么样，再试一下。会不会很辣？不辣不辣不辣，可能会有点味道，有点重。哎呀，够不着。可能要和着那个米饭吃。然后下面有那个豆芽跟那个生菜，然后味道一模一样。豆芽跟生菜在下面。少吃点，夏之光，操你们流量用光了。你也太不长了吧，光光。你不要，你的豆少吃一点啊。我已经有必要问，在大学里你放什么表情？欢欢和小五有一起做过菜吗？有啊，经常，我们经常跟同学一起做菜，自己做吃。可乐鸡翅就是天天做的，跟还有那个我们刚刚那个，我不知道，不行，来先喝一点，就比较主干。看看，多了，没事，你会把它捞出来就好。我已经好了啊，好了吗？天，你要炖一下，排骨没那么容易熟，你要没有排骨，它已经熟了，它都有点糊了，已经熟了是吧？对，排骨已经是熟了是吧？哎，就这样吧，你节目组准备了两个锅，已经都不能用了，我觉得。你看这锅已经黑了。哎，不行，对，来点这个水，等一下，够了，熟了。不行，先是来听我说一下，各位，这个时间呢，因为刚刚我们抽到王牌是我们的佳佳同学，是的，佳佳获得加分的奖励。泽西同学，然后呢，我们要网友来选一下，水多了，有花花，还有多少分钟？10分钟，选一就是我们的佳佳同学，选二就是我们的泽西同学，然后呢，我们最终才告诉大家到底要做些什么啊？有什么惊喜？一选。拿回家吧，好不好？尝点味。亲爱的，你们放太多糖了，你们放了多少？多爱吃甜的，真的。我爱吃糖。别说泽西太搞笑了。哎，泽西给我们说个段子吧，味道肯定是很重。段子，段子，特别搞笑的。一个排骨吗？搞笑的，味道没进去。来了，3、2、1，哪个？水煮肉。味道没有进去是吧？因为其实你们放什么东西的话。你怕有毒？应该是可以的。你是怕有毒吗？现在光光先吃。怎么样？过光光的表情，光光就昏倒了。这是什么表？没有起来过。怎么样？你给一个特写给镜头。来，那我们直接打分吧，好不好？我们直接打分吧。刚才是谁抽到那个牌的？我们表情是泽西，最后泽西胜出了。熟了吗？没熟。这泽西没。刚刚是他泽西跟佳佳。熟了，美光。是的，所以说那个惊喜是什么？啊，那你先把这个吃了，你给我又放回去了。哎，要不咱们去试一下吧。嗯，好，我觉得这样没关系。我们都试一下吧，好吧？试一下吧，好吃。我觉得毕竟是光光的一番心意，大家都来试一下。哎，这是啊，我要吃黄，我吃那个不错啊。什么表情？放到了。什么表情 ？Cable 是不会说谎的，小五，你什么表情？好吃。哎，嗯。怎么糖醋排骨的味道哎。嗯，拜托公布那个答案吧，公布那个答案吧。我觉得，哎，我们现在怎么先评个分好不好？来评个分，我们最重要的环节是评分啊，来，我们公平起见哈，公平起见，高分，绝对是高分。我觉得这个日子过得也是有点累啊。来，什么？亲爱的，你要知道，给我放多了。你要知道你是最棒的啊！我感觉这个味道，感觉里面没有入味啊。我吃的眼泪都掉下来了。这个是我打出的最高分。好的。我打出过最高的。真的是。